港麗同學會小學咧，致力係為香港提供優質嘅教育。我哋相信咧，我哋學校應該係 quality school with happy and responsible learners。所以我哋希望咧，係為學生提供愉快嘅學習環境啦，同埋成為自主嘅學習者。咁我哋喺學與教方面咧，我哋好重視學生嗰個體驗式嘅學習，喺個學習過程中係好愉快，同埋有機會咧同其他同學仔一齊協作嘅。喺課程方面咧，我哋係有三環架構。注重廣闊均衡嘅，咁喺下晝咧，我哋有單元課；上晝咧就係有五堂，咁就係我啲主要學習嘅科目，即係中英數常啊嗰啲。而喺下晝咧，我哋嘅單元課咧就會有包括戲劇啦、舞蹈啦，咁所有小朋友都要上噶啦，六年。仲有一啲嘅 ELA 叫做延伸學習活動，我哋有幾十項嘅活動，小朋友可以按興趣，亦都老師會按佢嘅潛能咧嚟到去栽培佢哋嘅。咁所以小朋友咧，基本上咧，佢哋嗰個學習生活可以話多姿多彩喺呢度。港大同學會小學同港大同學會書院咧係一條龍嘅學校，咁因此咧，我哋喺呢一度嘅同學咧，六年班畢業咧係可以100% 升讀港大同學會書院嘅。十二年一貫嘅課程咧，帶俾我哋咧有更大嘅自主空間，同埋有更大嘅靈活性。學校咧就希望培養活潑、好學、思辨、創新嘅學生，因此咧喺收生嘅時候，我哋都會注重咧係觀察小朋友嘅專注力啦、合作能力啦，同埋咧佢要主動參與嘅。咁我哋相信咧，透過呢幾方面咧，小朋友嚟到學校咧，佢都會適應得特別快啲。咁唔係好複雜，但係其實咧都係要小朋友咧肯主動，然後先可以做得到咯。留意一下學校啦，帶佢嚟睇下學校嘅環境，同埋話俾小朋友聽咧，嗰個形式咧可能會係有小組嘅，有其他小朋友，咁呢個咧會增加小朋友嘅自信心啦，亦都咧讓小朋友咧喺日常生活裏邊多啲同家長溝通，等表達意見啦，同埋咧有多啲生活嘅經驗。咁喺生活經驗方面咧，就唔係指興趣班嚇，我哋係指咧有多啲小朋友同其他小朋友咧自然玩嘅機會。咁我相信佢哋會學到好多規矩啦、解難啦。咁呢啲都係有助於咧佢哋去面試嘅。咁而閱讀習慣，相信亦都係家長好重視，學校亦都好重視。咁如果多閱讀，佢嘅想像力咧各樣都會豐富啲。咁希望家長都會同小朋友一齊努力啦。除了學習之外，我哋好重視學生嘅全人發展，因此我哋好重視學生嘅品德，佢哋個社群關係。喺當學生有犯錯嘅時候，我哋係會用正面紀律嚟到幫佢哋，從反思當中等佢哋諗下自己做嘅事情啱唔啱，有乜嘢可以做得更好。喺呢個過程裏邊咧，我哋就冇設一啲嘅缺點記過呢一個制度嘅，咁小朋友咧其實喺從中咧嘅學習更加多。